兄弟们，这一杆不中鱼，可以直接把杆喷了。中了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主题钓会，这里是火花。最近每天都在想三件事：早上钓什么，中午钓什么，晚上又能钓什么鱼。不过现在都已经11月9号了，可能有些观众都要说了。哎，花，这都冬天了，你还钓个屁鱼啊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季节，新泽西还有一种可以爆钓的鱼，那就是条纹鲈。YY 小课堂，条纹鲈是原产于美国东海沿岸的一种速河鱼类，它们异常的凶猛，可以说是最具新英格兰地区特色的运动鱼种。春秋是它们大规模迁移的季节，所以现在它们会疯狂的追逐捕食饵鱼群，就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钓鱼机会。一旦找到饵鱼群，你们便找到了它们。那我们现在就等 YY 过来接上我，我们一起去钓海鲈啦。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已经到了船上了，这是我朋友老沈的船，今天就是他带我们出去钓条纹鲈。听他说最近是 bunker 游进了湾里面，然后条纹鲈也跟着进来了，每天下午这水面上都在打水，所以今天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空军的。绝对不可能空军？哎，对，听到这话我就兴奋了。那我们要不今天做个小游戏？你说啊。我带了这个。哇，你从哪掏出来的？玩这么大？不会有人怕了吧？那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我们就比一下，看看今天谁钓的鱼更大，然后输了的话要吃一整个柠檬。一整个吗？行，我陪你玩好吧，舍命陪君子了今天。那说到做到，玩的有点大呀。咬了一口，中喽！中了！哦！哎，跑了，这还能跑？我来了！哇操！手忙脚乱！来只大的！哇！看到它在炸水！我的妈呀，好夸张！终于！你的线跟我交叉了，你的线跟我交叉，你赶快收回来！哦，终于了！就在面前，不用管。哇，这个鱼，哎呦，还在冲！来了！哎，冲！停了！
已经看到子线了。哇，又冲！哇，旁边还在炸水！哇，这里全都是炸水！哈哈，哇！哇，太疯狂了！我们在炸水中心，快上来呀！我要拉着同伴了。哎，出现了，看到了，出水了。哎，来，船长，老沈，帮抄一下，老沈这边。哎呀，解决了啊！来，把它拆了。你这下他妈差点给我爆了！哇，我们量一下多大去？来，30.5，大尾尖30.5，现在目前的记录保持者30.5。没事，我现在抽个两瓶。你过来呀、啊！我操！你真的假的？怎么这么夸张？我还是玩这个好。真的假的？终于，不是这鱼到处都是，我怎么又跑了？不是这也太疯狂了。30。终于。往哪边跑？他往就没事。往他的船尾冲。OK， 什么鬼？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疯狂的 striper， 我之前钓过有这么夸张的炸水，但不至于船边几十个。就我已经肉眼看到了一堆 striper 在，OK， 上来了，没事。OK， 呼，谢谢。我们给鱼量一下，我感觉是没有老邓的大的。尾巴接29出头。来给他放了。呼，好。要不要稍微移一下？终于中！这种清干细蟹钓大鱼的感觉是真的爽。每当炸水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最急的时候，只要我没中鱼，我就特别急。但一旦上鱼，就感觉就很轻松了。哎，这条个子小一点，我感觉我可以直接用手控，应该不用操作。对，呼，又是一条，太爽了，等一下，鱼况这么好，火花掏出了船家宝。水面戏，玩一玩水面戏。
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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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个水面就摇的手都要断了。刚刚那个炸水实在是太夸张了，我很喜欢 Delta Driver， 但是像这种疯狂的炸水真的是太少见了，就太疯狂了。我刚刚站在我船边，离我差不多半径3米以内，最起码有10条鱼喷出水面。我们这种方式叫做 Gun and Run， 就是追随鸟群，看到有炸水我们就飞拥过去。终于终于哇，这只大这只大这只大，拉不住，稍微转一下，哦，这里船太多了，到船尾去了。穿船底去了，扯不动。嗯，好，冲冲，青竿细线博大鱼，算是青竿算是细线吧。Heavy 的竿子，哇，要过来这边了，来了。哎，不大呀，操，哇，哦，量一量这是多大，哇，哦，爽爽爽爽爽，拜拜。哇，吞下去了，这是直接吞下去了。31.5，31.5，新纪录。要说为什么美东当地人这么喜欢钓条纹鲈，绝不是因它味美，人们只被允许带走70到96厘米之间的个体，通常鱼肉又腥又柴，远不如黑斑，也不是因它搏斗强悍，常见的美式重装海钓装备不用3分钟就可以解决战斗，难及同体型的蓝鱼。但是作为大型油钓鱼，它们的数量之丰富是其他鱼类所不能比的。太疯狂了。你来之前有想到这么疯狂吗？我想到了，但是没有这么疯狂，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普通的疯狂吧，这个已经是太疯狂了。不管你是资深钓鱼佬还是萌新，用的是上百美金的路亚还是花园里挖的蚯蚓，在豪华游艇上还是泥泞的河床边，人们钓到米级条纹鲈的几率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这样一种可以让所有钓鱼人享受博大物乐趣的鱼，人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爱它呢？30出头，算它嘴巴，30.5的样子，30.5赶上了老邓第一条鱼的那个长度，我们给它放了。兄弟们已经钓完了，现在回去了。那么今天的获胜者就是我和我的31.5寸的条纹鲈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运气问题，我觉得就是运气。今天过了再让我钓半个小时，我肯定钓得比你的。哎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今天这个柠檬，今天节目，哎呀，你是吃定了好吧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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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这个到头来是给我自己准备的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夏董福说，
下面请欣赏节目歪歪吃柠檬。看好啊，已经剥好了，吃一个，吃一大口。不会有人怕了吧？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快点，快点拿掉，受不了了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关注、点赞加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。